最近我哋就嘗試去做用複眼呢個技術咧，就想做一個相機出嚟，最難係要做一個好精細嘅複眼嘅鏡片。咁我大概用咗一年時間到，就車咗一隻200×300咁多隻眼仔，但係呢個咁嘅鏡片裏邊咧，得一寸乘半乘四分三寸。我懷疑遲下咧，應該所有相機影都係影今晚啦，因為今晚嘅好處就係咧 focus 之後做，咁即係譬如你影一張相，原先諗住係望住你影一張相，後來發覺後悔想隔離嗰個人啦，前後嗰個人個樣，你可以張相裏邊事後調校翻個 focus。如果你話喺設備上面好處咧，就係今晚就容許你用一個比較大嘅光圈影相，同一時間可以攞到個好大嘅影深，咁呢樣嘢係從前做唔到嘅嘢。